哦，接倒白都来啊！哎，我想请问，被过高铁呢？然后换到我唱的时候，你知道是什么时候了？嗯，就大概这个喜宴已经晚了，大家在收桌子的时候，换我唱。你说这大牌一定是蔡小虎，对不对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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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公司的比较没有。又被巴结了。对，大概就是我唱的时候，就是我那种感觉，就是人家已经在收桌子了啊，人潮就我边唱人家边走，边唱边走，那种感觉就很差，这样子。哎呀，这还算有唱到，你们有团主没有说？哎，今天重点是有收钱，唱有收钱的，有收钱的啊，团主算很好。真的，今麦我这个歌仔，我那个时代啊，他的演戏啊，你唱歌啊，演戏啊，我嘛是要演得好啊，就尽量我要演得好啦，还是为做干啥啦？啊！你叫我这，啊！你叫我这，啊！愈啊，我愈袂了，愈紧张，愈紧张，我要做好啊！啊！你做安帅帅，啊！你叫我这里换者，有当时超工诶！啊，心肝来，我会安，我奶奶接袂了，啊！你奶奶无帮忙我，你奶奶自家啊！我愈会慌啊！啊！你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？解决这个问题，我阿气无法度啊！嗯，我无法度，我就。甲提供这两个已经死死的哦，真死的！啊，你就是当死的！啊，你害我，我已经死死的，你不要这样嘛！啊，都是这样死，两样死，两样死。男女主角啊，男女主角啊，不是化妆的。因人嘛在化妆，嘛在做戏啊。哦，你化妆卖公，两个东西啊啦！哎呦呀！哎呦，啊你用个我你继续去好吧？来是，来黄老师，我们就来看下周各生肖的整体运势啦。来，请看。好，下个礼拜是12月26号到国历的1月1号，那国历的1月1号刚好是农历的月圆之夜，那一天刚好是月食。那么月食在台湾呢，注意要看得到看不到。如果台湾看不到，就诸事照常；如果台湾看得到，那一天台湾看得到，就表示台湾呢是诸事不宜。哦，嫁娶啦、订婚啦、开市啦、安香啦、安床都不能做，都卖班啦。哦，老师，那你刚刚说有看到月亮跟没看到月亮，这是月食，有时候在台湾看得到，有时候台湾看不到。比如说，它月食是在欧美看得到，台湾看不到嘛？台湾看不到就不管，就是阿兰月食是几点啊？哦，月食它不一定就是那一天，那一天它可能是刚刚从月初的时候开始，或者可能到月在中间的时候开始，通常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了。这个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新闻或天文台，他们可能会有消息告诉我们。嘿，谢谢老师的提醒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个礼拜的那个各十二生肖的运势，我们从普通的开始先看起。首先第一个呢。我们再看一下下个礼拜的那个各十二生肖的运势，我们从普通的开始先看起。首先第一个呢是笑想偏财，有失有得。既然叫笑想，就表示说他不太可能，他只是想而已。哎呦，他就在想一些投资，结果呢有失有得。所谓有失有得，其实就是失比较多了哈。好，这是属牛、属蛇跟属猴，就是你啦，你笑醒了你。再看下一个是实事求是，多结善缘，就是做事情要实在，然后呢人际关系搞好一点，因为你的运势这个礼拜还不是很好，再等下下礼拜吧。好，这个是属老虎、属狗跟属猪的朋友。是。好，在下面是比较好的咯，下个礼拜比较好的生肖。首先呢是买卖房舍获利之期，怎么那么好？买卖房舍就不一定说一定要下个礼拜，就很短的时间就买卖了，你去看也可以嘛，是，或者说去观察也可以，然后呢慢慢的下个决定的话，多算不错，都可以获利。好，这是什么生肖呢？这是属兔、属马跟属羊的朋友。好，以上没有出现，现在出现的就是最好的咯，它是眼光独到，财源广进。就表示他做任何事情，他都看得很好，看得很清楚。那么这个就是剩下最后的属龙、属鸡跟属老鼠的朋友。哎，剩下属鸡的，鸡是鸡，超旺的你们这一组。而且兔月华刚好就卖鸡啦。哎呦，这翁丢。嘿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唐丽，你跟拖线拔合作的时候，拖线拔都一直跟你聊他当年爬七大的故事哦。对啊，他每次比如说到了台南，阿莲，我跟你说，这里有一个女朋友，每一个地方，全省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女朋友。那我是年轻的时候啦。拖线拔，你有没有算过你到底有交过几个女朋友？数不清吧。
算不了，有的忘记了，有的忘记了。广结善缘。啊，你现在比如说你再到台南，你再看到他那当年的那一位小姐，你还认识吗？认识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认识啊，有的做好朋友也有啊。还可以跟人家做好朋友。哇，太好了。现在还是可以。现在，啊，他也跟我太太很好啊。哦，是哦。以前的事，现在是现在的事。托信吧，你以前看是伊是真水的、真美的诶姑娘啊，吼，诶小姐对不？嗯。啊，经过遮久，即马看是欧巴桑咧。哎。啊，你迄个心情有无同款？无同款。无同款。以前幼儿咪啊，啊，即马遐乖咧咧咧。哎呦。对不？我觉得样诶，就讲实在话，就这样子。啊，现在再看到啊，总是有当年有过一段情，会不会手抓来摸一下咧？吼。摸一下还要被这。包包也有啊，包包也有，真的哦。对啊，阿慧有感觉吗？没有什么感觉，太老了。其实我印象最深刻有一次，因为我带我爸爸妈妈去日本玩，然后托宪宝说：“哦，我在日本有一个女朋友哦。”哦，然后她现在嫁的还不错啦，哈，日本嫁给议员这样子。嫁给议员？对对对。然后她说以前跟她有过一段小小的感情，那我就到日本去，我真的去问我那个导游。结果那个人真的在当地很有名，我找到了，还请他打电话，从日本打电话回来给托宪拔。然后过没多久，年底他就回来找托宪拔，托宪拔不理他，不是不理他，没有做什么就对了，不是不理他，我是理他，有跟他见面，这么有去玩啊什么，我不要那个就对了。啊，他有想回来，他有想要那个，对，啊，就那个有什么关系？好像不好意思。不是不好意思啦，不要啦。你跟他说啊，我不要那个。有先生啦啊，这样。同学们，你当年跟那个日本女朋友在交往的时候，你几岁？差不多30岁，30多岁左右。领导哦，领导出身。哦，那所以很好啊。所以他可能一直怀念那个30岁的那个时候哦。普通就是哦，你要两，你也爱，我也爱 ，OK 啦。不要我爱你不爱，硬爱不行啊！哦，这样，就大家互相，你也吃药嘛，我也吃药，该过就难关了嘛。他也吃药，你也吃药，他是变真条哦，不是，你是吃药，不是需要，他也需要，你也需要，博林哥也是内行人啊，两个人都吃药，那哦，变真条，不是都吃药啊，吃药死掉了。拢按需要啦吼，莫人讲解决一难安那要紧，听着，啊无你艰苦啊，我安尼啊我嘛艰苦啊，但是你都唔是这款人，啊，是唔是安尼讲？唔是，啊你那难卖害人嘛，哎呀会害我嘛。啊托宪拔，你那个时候已经娶不啊呗？娶咯，娶。啊哥啊你哥伫咧外口爬起来，你是要安那讲爬？哎呦，你要安那讲？你定来叫我食，你定来叫我食饭啊！阿妈妈食半碗面，换一下口味啦。对呀、啊，他说这样子有新鲜感、啊。你不敢讲而已啊。不然一点点在讲啦，一共点点三丁海米嘛，我当下嘛想要吃一下青州小菜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是真实的吧？啊，不过你连外口爬起来，台南也有，日本也有，台中也有，桃园也有，新竹也有，四界拢有。阿林太太都没烦恼。啊！你都有迄个，有迄个，听人讲啊，讲话，哎，有当时嘛会生气啊。啊，你敢会甲伊讲哦？咱讲无啊。哦哦。啊，你讲听人讲有啊，啊，讲无啊，啊，无咧就抓。嘿。就抓，抓去就抓。啊，就抓哇，是就啊，心肝疼啊。啊，你都甲讲讲，我都有啊。啊，阮某别来吼，啊，你吼难害我。跟谁讲？跟谁讲？跟谁？啊呢？无啥甲你斗三工。有时啊，有当时啊，蛮艰苦啊，对。系啊。哎，啊，有当时啊，住几下拜，住几下拜，暗时去门关掉了。嗯。啊，就讲这门关的哦，无剩下，经过等。哦。嗯，过吃吃嘛，安尼。伊嘛是甲你掠啦，啊，我拢掠无。有哦，一摆哦，一摆一个伫台北哦。嗯。啊，电话拍过哟。嗯。啊，拜托叫托船的某听电话哦。嗯。啊，因这么两个哦，啊，都要出去吃点心，啊，这样，啊，脱线吗？假装打电话去那个旅馆说要找脱线的太太啊，对，然
然后饭店的人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偷钱嘛，就知道要写这样这样子啊。妈妈会用心机啊。哦，对对，他太太刚刚出去吃宵夜，对啊。下一次就来了，就你的回击暴力就来了，饭店的人就被套话套出来了。后来嘞，后来我也会怕，我会怕他晓得这个饭店是在这里，对，我带他去别个饭店，他不晓得他来啊，嘿，啊，弄哇，这给他特懂，你来给他怎样？哎呦，来抓猴吗？就干起来了。哎，是哦，我头上搞得那，八月开呢，那块八月。那早人就拍开。拍开了。哎呦喂啊！啊，你拍个八月开呢，那八月这头上六斤呢。哎呦！那怎么办？我转好啊，我试试好啊，我跳弹啊，我跳落去，两个再来救啊。好了，